这边是在枫木皮，热熔胶来封边是枫木皮的。它是在这里循环四次，每次转一个方向，自动封边。它封好边以后，就到这个位置来，这是打孔。这是全自动打孔的，看一下，这就是打孔的地方，封边以后打孔。在机器到前面，这就是自动闭，这是堆垛的地方，这产品就 OK 了。